有了有了，拆掉了拆掉了，可以杀了。是是是是是是。跳虫跳虫。哦，下一集是大犀牛哎、欸。我操，身上东西太多了。是大犀牛。哇！我在一个地方发现好多蛋哦。捡是怪蛋吗？捡起来啊。对啊。我没空间了。很满的垃圾，堆垃圾，真的。哎、欸，王者装，啊，王者装，箱子是王那个白龙装，白龙白龙也不错啊。在哪里啊？圣怪杖还没敲掉，再下、欸、再往下一层。白龙装就可以拿去穿那个了，拿去打那个了，女王了。死完了没有？哇，好痛哦！死完了。找箱子，我把装备、啊、皇家卫士啊，对，皇家卫士、欸，中文台，我这边捡到一套，再往下吧，这应该是最底层吧，我猜。我捡到了剑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对，最底层就是这个皇家装或女王装，白那把白色巨剑就可以拿来打白龙。有人丢了那个魔力石板了、啊，谁丢了魔力石板了、啊？哪里啊？是我的吗？这个箱子。哦，哎、欸，马纳应该是我的，应该我掉的。我们不需要钻石吧？那种东东。对啊，我们还有另外一栋里面应该也会有装备。走，这边说过完了吗？没啦，到底了这边应该是完了。对，那公主蛋，那就沿路回去。那接下来老物有没有穿墙？等一下，你刚刚说公主。公主蛋，我要。Princess， 你知道公那个基多拉那个是三个小龙头的那一个蛋，然后那个蛋可以生成跟龙一样大，你可以骑它。哦哦，它很可爱，可是它生命没有像它的老爸一样这么厚，有点智障。好吧，它只是装饰用。哼。那我们就沿着天花板那个洞到楼顶。好、哦好难上去哦。对啊，我们要去另外洞搜刮了吗？要。然后我现在被那个蜜蜂性骚扰、啊、他在用他的下半身扎你吗？他一直在扎我，我就没办法离开那个洞。我就没办法离开那个洞。怎么无心发出这种怪怪的声音？为什么老吴你要发这种声？因为我在隔壁打梦魇。他突然的一声。哎、欸，注意楼下那个还是会脱人衣服的，还是会害怕。能不能用炸的直接把那个圣怪杖给炸掉，就不用下去碰他了？对啊，他好烦、喔。我试试，直接垂直正中心炸里面。欸我們爆炸力量吗？对，切换成爆炸模式，这样龙火之石，我要龙火之石要关掉，冲击波，激波力量也要关掉。激波是怎样、啊？它就叫激波力量啊！啊，激波，哎、欸，可以直接炸，炸爆它，收到，正义从天而降，正义上天而降。哦，他如果讲，所以你炸掉了吗？应该是炸旁边的，不是炸中间。啊，我觉得那个了。好，我们等你一下。那个完了，不然我来炸好了。旁边不用管他了，我们不要管他，不要正中间就好了。正中间，对对对，垂直往下射。哎呦哎呦！哎呦，有那个猥亵虫虫。他爆了吗？圣怪灯敲掉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耶， yeah， 开心，开始攻击吧、嗯。下不去，炸了，我炸了，好快啊！对啊，用炸的比较快耶。恐龙，赶快下一层！哇！我被困住了，我被失明了。圣怪砖挖掉了！哇、哦，我被啊，被吸住！
致命的吸引力。它会哎，老五，它会吸耶、欸，它会往下，对，把我们往下拉，可是已经死了。哦，好走。最后一层，这个是哎，不是还没有最后一层，是跳层。哦。炸掉了，直接到了。哎、欸，他哦，又是犀牛，原来他直接把我打上来，好笑。一样是白龙装，耶、yeah, ，他应该还会有一把剑。耶、yeah, ，我拿到了，有了有拿到剑了，这样我们至少一人一把那个剑可以用。哎呦，生成王子基多拉是什么？这宠物蛋啊，那个就叫。那就叫基多拉、啊，对啊，你想让它变大，你就必须喂它钻石砖。Oh my god！ 反正钻石很多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老五啊，这个皇家卫士护腿有比我们现在身上这一套好吗？比那个 Mozilla 的还要好。嗯哼。哦，它可以第二好的啦，仅次于女王装而已。嗯，女王装是最好的。那装备都搞定了，我们是不是该来去了呢？好像讲的要死，讲、oh. 的好像是要去送死一样。我们可以先找那个第二只魔机来试刀啊。好啊，欸、我好啊，我有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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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走，出了，出了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出出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出出什么出？你爸爸啊？你爸爸？你爸爸。啦啪啪啪 ，I'm loving it 嘞，真的、啊，是谁在攻击我？旁边的小虫，旁边的臭虫，哇，穿着一身白白的呢，白白的小白，好白啊，怎么可以这样？白白的垃圾呗，我出来了，真是移动式扫地，哎、欸，看我，我超白的。看我啦，在后面啦！等一下，我在丢垃圾啦！不要丢的啦，不重要的。哎呦，王者，我也摆呀、啊！两个王者，不想理你。王者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们找说清楚，王者是什么？王者是死的那个王者还是？我会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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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飞，我飞，我飞。可是我觉得那个装备有个麻烦的地方，就是它往下速度很慢。哦，对，它、啊、会缓速，它会那个帮助你不会那个掉落伤害，但我觉得这个很多余。对啊，你要往下的话就会很慢。对，它很多余，超多余。剑赏花。那我们就在这张地图的空旷点召唤它喽。好，我们小白你自己决定吧。走吧。走到哪里？我用飘的。飘飘飘。等一下，太慢了，真的太慢了。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我们哎呀，等一下，那个下面那个怪物在射什么啊？射什么？你有看到吗？下面这个我正下方，然后那个圆环，它刚刚会喷白色的东西耶！你看它又在喷了。哦，在哪里啊？没有啊，正下方，再下来一点，再下来一点。哦，那个是什么？你说那个一个一个圈圈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它会喷那个白色的东西，喷得很像在尿尿。它会连喷哦。我知道啊，刚刚就棒油啊你。放流啊你！放流、啊！没有，你不要讲那么难听嘛。他只是在那个什么泄水。OK OK， 泄方便啊、哦。泄压，对，他在泄压。他在方便上厕所，随意大小便。Oh, oh my god！ 好，我们就大概找这里。可是我觉得要先读一下图，他荡荡。等一下，白跑到哪里去了？我的麦快反白了。这里吗？还是哪里？OK， 有看到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现在麦快荡荡的。OK， 他正常，先等他跑一下。清个垃圾，三百零四。好，先吃饱先，先不要移动好了。下面是什么？鱼啊。哦，鱼是吗？鱼。哎、欸，那个它的矿颜色好特别哦，那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红宝石吗？哦，红宝石，很像、欸。宝石。哎呦，这什么恶心的声音啊？哦，红宝石哦 ，Ruby， 哦是鸟，它为什么是鸟啊？是鸟，里面有鸟，好恶哦，嗯嗯，怎样啊？
他就这样叫啊！我要召唤了、哦。那我就在这里掉了。你要大声的说那个通灵之术。好吧，那我要咬我自己的手指，按着键盘，然后就。对，烂透了，然后就看到键盘都一滩血。三二一，啊！哦，他出现了啊！完全不会痛耶！哇哦，不会痛，不会痛哦！哎呦，他被击飞了吗？哇，他快死了！哎，太快了吧！他快死了！他剩一千五，你不要把他推，等你下啦！赶！不要推到地图外面啦！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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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死的太快了！等一下，他在哪里？他死掉了吗？这里死了，地上都是鳞片，他喷了。我才刚召唤出来，然后我被推开，我想飞回来都来不及。哇靠！拿到这一把剑，什么都是不一样，超屌的，什么怪物都是浮云。真的，我们才刚说要挑战个没几下，然后他就这样了。对啊，这样的话就要去找王者的蛋了、啊。所以他还是把持不了我们三根旗下。我都还没砍到他哎、欸！我要飞过去，我叫你等一下，你就把他打到地图外面去。我是在后面追着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要给他机会嘛。好吧，我们应该要去找白龙，还是我们有白龙的召唤蛋？啊，你已经有蛋了吗？我身上没有白龙的召唤蛋。那我们可能要去那个哪个蚂蚁世界 ？Oh my！好像是对，好像哎、欸，好像是黑蚂蚁，黑蚂蚁世界去找蛋。嗯，拜，赶快掏蛋。那先回、啊、回家吧。哎、欸，好痛啊！有没有发现这套装简直挡下全部？对啊，觉得在这个世界，我等于就是上帝。嗯哼，这就表示这个世界快结束了。Yeah, 的确，我刚的确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刚刻意讲超快的。耶、yeah. ！那先回家嘛，我们把东西放一放，再去那个红黑蚂蚁世界。好啊，下降速度真的超慢的。走嘞，挖红，走回家。哦，挖喂，什么叫挖红 ？W A R P 红。我觉得老欧对于我这种不会英文的人哈，他很崩溃。挖红。那给我听无啊 ，kiss 啊！老崩溃吗？劲啦劲啦，太劲嘞啦！等一下嘛，拿去充电，我要充电，充电！哇哦，这移动速度简直跟天使下凡没什么两样。我真的觉得它往下滑落真的是很麻烦。嗯，哎、欸，你很奇怪呢。这啥回啦？枪屁哟、哦！哦，你干嘛都要跟我同时做一件事啦？什么叫同时做一件事啦？你很变态哎、欸！你才变态，你全家都变态。你才变态啊！好了，白装有了。我看一下我们的，我运气好一点，看能不能在电脑里面找到基多拉的生怪蛋。基多拉？就那只白龙啊，那只白龙叫基多拉，王者基多拉。基多拉、嗯啊、通常是碎片、啊、它应该是碎片，然后可能要收集个几个才能够合成原本的那一种。我看到有四个碎片，四个够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、啊、要九个。对，我们还缺五个。哦，好像要九个。对，我们这里 去黑蚂蚁世界。好，末影龙王者基多拉。哦，对啊，王者基多拉有四个，先带着好了，也许刚好就找到了也说不定。有啊，水里有啊，水里有那个啊，水里黑的啊，蚂蚁太多，水里有黑的啦，点得到吗？点得到啊，哎、欸，有了，你们都进去了呀？哎呦，为什么我这边有大蜘蛛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红蚂蚁世界，红蚂蚁才有大蜘蛛哦，那这蜘蛛是我放的哦。我去那个村民打道，所以你们在黑的还是红的？这个没有，这个是女王的世界，应该不是这个。哎、欸，老五，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个
蜘蛛屁股会开始在那边闪尿。屁股是怎样？